迎回到超级联赛，马上要进行的是星海争霸二的第二个对战组合了。那我们看到在画面上左边的这一位是来自于华裔 Spider 的韩国虫族选手 Check， 那他其实有一个中文名字叫做金敏圭。啊，对，金敏圭。是的。那我们看到他今天的对手一样是华裔 Spider 的选手，是 AK 李哲伟选手。对，我们在屏幕上看到5点钟方向哦，那这个华裔 Spider 的 AK 是红色的虫族选手。再来到11点钟方向哦，那这个华裔 Spider 的 Check 蓝色，一样哦，蓝色的虫族啊。两个人刚好在对点。对，两个选手应该很了解彼此啊，不过毕竟是。虫打虫哦，对，所以还是住在一起。对啊，对，不过这虫打虫其实放招的几率都还是很高，所以其实来看一下，两边现在都捕王虫了，没有，所以应该是正常。嗯，应该不会有什么奇怪的事情发生吧？目前看起来是没有哈，不过等一下来看一下有没有一些战术走向。例如说，其实，在现在大家都很习惯无瓦开或是锁开的情况之下，其实越来越常看到刚刚那种偶尔放一下那种啊，就是刚刚 send 的那个15D 的一个算是速狗开啦，对，不是极速的速狗，但是它也算是一个速狗开的一个算是变化的一个方式。那其实那一波的timing真的掌握很好，因为三场关键其实是剩先派了两只先遣的异化虫先去，就知道你没有办法堵住入口，那两只异化虫没有要造成什么伤害，没有要干嘛，它就是要只要卡你攻，挡 你，对你只要放不下那个进化室你就爆炸了，你就死定。那刚刚其实我觉得奇多有点可惜的是，王虫明明就看到了狗速在提，但是他却有点。其实应该选手的纪律性应该要来得更好一点的是，他应该要发现的，因为可能太晚放进化室了。因为基本上在你那个 timing 点寻到对方正在提狗速，你又知道对方是慢狗开的时候，要知道一件事情，就是慢狗开的瓦斯其实是晚挖的。慢狗开一般来讲，我们比较常见的慢狗开就是15D 放下孵化池嘛，对，然后我们然后再出去盖主堡之后再放下瓦斯场，所以你的通常你的提速的时间点是非常是晚蛮多，是比你一般裸霜，然后放下孵化池再到瓦斯场是还晚的，所以其实刚刚那边看到他在提狗数的时候，他就应该心中是要有一个警觉，是，哎，你这个慢狗开怎么会这个 timing 点已经在提狗数了？其实就要小心了，那个 timing 点其实就应该要小心，他没有发现，我觉得就是整体来讲，我觉得在对于虫族整体来讲一个战术来说，他可能没有那么熟悉，或者这个战术他可能比较少用，所以他就没有去留意到这个 timing。这些小细节的地方，对，我觉得这种小细节的地方是很关键的。那有可能可惜，准备了一个礼拜就被这种招式，而且明明就看到，虽然就看到那个狗子在提，还是被打爆。好，两边这边的话，开局一边是 Check 这边打了一个慢狗开，打得很沉稳。哎，不对，是 AK 这边打了一个慢狗开，说 Check 这边是打裸霜。好，在这边我们看到 Check 已经有4只狗了，而在 AK 这边第二个主堡才即将要完成。好。咬了一下，快走！两只咬4只，好像有点不智啊，有点以卵击石。偷踹人家一脚之后，赶快跟旁边的兄弟说：“快跑，快跑！”赶快跑啊！然后这4个人不想回头揍他，快咬算。真是宅心仁厚啊！赶快跑！那这是一个乌瓦开进去，可以看到对方是乌瓦开，那 AK 也是乌瓦开啦，所以两边都乌瓦开的情况之下。这一场是可以打了很久了，没有问题。哎，我刚发现一个小细节哦 ，Check 他4只狗呢是2个2个一组，两个到 AK 家，另外2个是往上寻了一下。对，其实你如果可以顺利进去的情况下，你不必要4只都跑去死啊。对，你只需要2只，因为你如果4只都进去，你很可能就出不来了。哎，那其实你2只就可以绕进去的情况下，你也不需要4只，需要另外2只在那边看一下对方有没有开矿哦。那现在这边两边同时。都放了2个瓦斯，对，都放了瓦斯场，大概5分多。那现在这边应该这个两边都是一个瓦开吼，那就变得说这边看两边是不是都要去，应该各自把各自的三矿要不要先放下来呢？还是就想说那稳稳来，都先放进化室，然后出蟑螂再来补双生攻防之后再来要看看嘛，要怎么打？率先放下进化室的是 AK 这边。他先放了一个进化室了，而在 Check 这里呢是选择升级他的狗速 ，AK 也开始升级喽。对，两边都发现彼此都是无瓦开的情况之下，两边都升级了狗速哦。那这边的话 ，AK 先放了进化室，同时放了蟑螂繁殖场。对，那我们看到 Check 在爆狗了。对，那这边的话，如果他这边选择爆狗，那对于 AK 来说，那三矿
你的三块就可以往开哦。那要出蟑螂和狗来做防守吗？哎，又被溜进去。哎呦，我们看这两只再溜进来，看了这个做一个二次侦查，做的到位，全部被他们看光光了。对。好，我们看到这个它这身材的狗狗真的数量非常的多哎。对，这个数量其实真的很多，而且他这边抱了狗之后，就选择把三框放下去。对，先把三框放下来哦，那这是一个完全正确的一个打法哦。如果他这边选择抱狗前压的时候，先把三框放下来，那这边的话，你如果选择蟑螂做防守，那三框其实你会来的比较难守哦。对于 AK 来说，这边要特别小心，尤其是他的后虫又出去远足了。对，好的，我们看到 AK 家里这边呢，也是放下了第三个毒宝，同时他还放了这个毒宝虫巢。对，那这边 check 在藏狗， check 藏超级多的狗。那这边的话，好，开始出门了。我们看到刚刚这个 AK 的王虫被击杀之后， check 的狗就往外冲了。对， AK 自以为狗很多，自以为狗很多，对吧？是超级多。哦，两边是擦身而过，就讲就说这个球了，完了 AK 都爆炸了 ，AK， 哇 AK 好像有变毒爆，毒爆在哪里？他在变前线啊！哎呀，回救了，回救了，回救了啊！这个真的是两边，结果毒爆还往还好，他也在爆狗，所以其实还好，还好，因为两边这个狗回来救还有机会。啊，有了，可以，而且家里面还有毒爆，守得住，哇，三框掉了，男性守住，三框掉也没关系。好的，我们看到家里的危机是暂时解除了，这个是有取消吗？没有，没取消，对，有取消会跳出来，没取消，很可惜。对，那这样的话 ，AK 要立刻反打 ，AK 立刻要做反打，但是双方的狗狗说，哦哟，这个炸很多，哇，这个炸超级多，几八分。是的，但是我们刚刚有看到两个妈妈，两个妈妈走到外面去了。对，还好，这边可以补血。哎呀，这边咬掉之后，要不要直接顶到脸上？直接要往前冲了吗？对，这个工兵救命的哦。哎，赶快顶过去，这一定要顶过去啦！就是不管怎么样，你打不下来都要顶啊。对，可是我们看到在 Chuck 家里开始爆蟑螂喽。对，如果打不下来，大不了退哦，但是一定要把压力给给对方哦。那我们来看大量的蟑螂在家里面，那你只能重新把自己的三框放下来。AK 这边好像没有要开三框是吗？哇，自己的三框那边还被一群狗狗占领。这边要再一波捅，它的几率不高了，因为我印象中。哇！印象中上次雀好像才被燕爆狗爆死，所以他应该特别小心。哎呀，没办法，我们看后面他完全不同，很难打，不断的爆蟑螂啊！前两天才被虫族被知道搞死，不能再这同样的死法再死一次。好，我们看到这边呢，雀他的人口是已经领先 AK 有30之多了。那其实两边的工虫单位是差不多的，一边43只的工虫，一边是44只哦。对，只是雀这边有够小心哦，三框虽然开了，但是他一副就是绝对不能被爆狗 A 死，这感觉心里有障碍。真的，上次才被，前两天才被 A 死， yeah. 现在心中想说绝对不能，而且那场真的是到手的压制，就这样被 A 爆了。对，所以这一场感觉起来，他就是啊，我要直接爆蟑螂 A 属你，对，直接 A 上来。好，我们看到这个蟑螂现在是已经走到中场这边了，而且他的提速即将就要完成。对，那这边的话，我们来看双方的一攻都，哎，这边的话一攻完成的是 check 这边一攻好了。我们看到 AK 还需要一点点的时间哦。对 ，AK 的一攻应该也是好了。对，好了，但是没有提速，没有提速。补上来，提速还需要点时间呢。对，要炸好一点。哎呀，救命啊！要被捅穿了，要被捅穿了。啊，后面我们看后面再补。数量太多了。对，真的是有够多。哎呦，要直接被打爆了。寡不敌众了。对，要上来。啊！最后第一回合是由 Check 取得了胜利，让我们先休息一下。广告之后，请记得回来。欢迎回到超级联赛，马上要进行的是今天第二个对战组合的第二回合了。我们看到 Check 对上另外一位 AK， 一样是虫族选手，在第一个回合是由 Check 赢得了胜利。对，我们现在目前看到11点钟方向哦，那这个刚获胜的 White Spider 的 Check， 韩国选手蓝色的虫族。再来1点钟方向，那这样 White Spider 的 AK， 红色的虫族。在殖民战这张地图喽，看有没有人今天会很大胆二矿下载黄金矿。
来看一下这一回合要怎么打咯，因为开局一样正常哦。这张地图因为是空中点位，其实是蛮近的，蛮容易很早去寻到对方。那直接水平点位飞过去就对了。对，那现在等一下要看一下开局的一个部分哦。上一回 AK 我有点可惜啊，因为我觉得开局就被乱到了啦。开局对方那个过来，你那个少量狗出去，看到对方那么多狗，真的是吓都吓死哦。还会这样直接 A 到加 A 到脸上来哦。其实开局就已经是亏了，因为三矿又掉了嘛，所以其实开局是亏蛮多的哦。那去了这边就完全就是抓准那个时机点，就是不让你有 A 又爆狗 A 死我的机会。是。对，直接爆大量账的 A 上来哦。那这边的话，马克矿直接你看到 AK 的工虫，它正在走向黄金矿，直接裸双裸这边是左桃是吗？这样这个很，这也是很难守啊。恭喜李哲威选手坚持得点。对，这我们刚才去了直接爆瓦斯厂哦，瓦雷有点危险，就是，他就是要直接爆，因为这个蝗虫直接看到，这一定是。这已经是爆狗 A 死你哦，这个想法有点不要这样啦，有点我就有点大胆啦。那这边就看他怎么守了。如果对于虫族来讲，大家有个方法，就是你如果要守，你可能就是侦察做好，那你主矿利用一根地刺做防守，啊，或是你黄金矿用一根地刺，那你的部队拉在斜坡下面做防守，这样还来得及做支援。这真的，哎呀，你没看到。没有看到对方的瓦斯场，对方正在全力开挖瓦斯当中哦。对，等一下对方爆狗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守了，因为你这个裸双，直接裸黄金矿，对方这个就算单纯的提速狗兵分两路，你都很难守哦。难道这就是一个表演赛的节奏吗？对，这应该是没有错了，这是两场表演赛的节奏，这个很难守啊，这真的很难守。我来看一下 AK 要怎么守。AK 加油！对。然后看到 AK 这边是已经出了八条的狗，会不会有什么令人惊艳的一个神操作？利用一条异化虫打中八条异化虫？叶问吗？对。好的，那我回过头来看一下 Check 这里哦 ，Check 他的这个狗数已经开始在提升了。哎呀，还被咬掉一只。对。剩下的这一只。放过他了。哎，他把压力丢给对手，这不用追，因为只有一只，造成不了什么伤害哦。直接把狗往前顶，家里面的提速如果比对方晚哦，所以一定要把压力丢给对手哦，把狗直接往前抱。哦 ，AK 这边的话打一个，我觉得这个打得很不错，因为你选择把部队往前顶，然后把压力丢给对手，那黄金矿只要能够多挖一点，你的经济就越来越好。对，对，这短期间内的收入 AK 绝对是大过对手哦。好，那我们刚有看到是在我们 Check 家里这里呢，他偷偷在主矿金矿后面放下了毒爆虫巢，对，多了200多的收入啊，所以对于我觉得对于 AK 来说 ，AK 放了蟑螂繁殖场，我觉得守了下来。对，我还太早，还太早，还有机会，我觉得有机会。我觉得刚刚那个前家做的很到位，那现在后面这边关键就是第一波，对方这一波要直接顶你二矿。那这个毒爆，我有这个毒爆，这个毒爆炸多少是关键程序吗？好，后面有很多的狗狗来助阵了。对，蟑螂繁殖场，好，快要完成了，这蟑螂，蟑螂 ，OK， 好了，蟑螂在生产了。蟑螂，狗不要送，狗不要送，你不要闹，哎呀，这只猫，不要冲动，不要冲动，你会被打死了。好，这个打法也有创意，但是我只能说可惜，说好的守下来嘞。对。说好的，哎呀，这个工兵又回，这个工兵回家了啊。那蟑螂在家，蟑螂在家，蟑螂呢？蟑螂没？蟑螂在哪？蟑螂在二矿走回来。什么？因为刚刚被打是二矿。好吧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第二回合呢，再次是由 Check 这边赢得了胜利。让我们先休息一下，广告之后请记得回来。欢迎回到超级联赛，想不到今天呢，我们的虫族内战打得真的非常快。对，而且2-0啊。是，没有错。在第一个对战组合，我们看到奇多对上台湾虫王 Sen， 最后 Sen 以2-0赢得了比赛。接下来是 AK 对上 Check 的这一个2-0呢，真的是比台湾虫王还要快速。对，没错，不过也是仰赖 AK 跑去开黄金矿了。哎呀，非常的可惜哦！这个黄金矿是有开成功，而且呢，我们看到 AK 也是准备用蟑螂应战，就是晚了那么一点点，最后仍然不敌 Check。对对对，这就是一个表演赛的节奏。
对，没错。那要不要介绍一下我们表演赛的一个对战组合呢？好，那在这里我们看到画面上面的少年虫王 AK 即将要跟诗歌来做个搭档了。那另外的话，我们的对手则是由 Check 队加上的是我们的丽珍。对。我好像跟韩国人很有缘哎，好像是跟 Daisy 搭档，不过也有一次跟奇多搭档。哎，先讲好你要出什么？我出蟑螂啊！等一下，你刚说你要单手玩，而且绝对不会选虫族，我随机，你要不要挖钱？你先挖钱先。好，对，好。先补工兵，不要激动，我是随机到虫族的。那你三开。我不要这样，你干嘛这衣服要打爆我的样子？我不要，我慢慢来，我单手啊，我绝对单手。嗯哼，说好单手啊哈。对，叫观察者不要偷打字，观察者就专心做好你的观察者，还没偷打字。好，我们现在荧幕上看到这个是我，哎不对，这个是那个，这个是 AK 啊。现在荧幕上看到这个是丽珍，哦，是我 ，Hello， 嗨。再来的话，这个是 Check， 蓝色，那黄色是丽珍，是的。啊，这是一个失，结果就是满满的虫族啊，有必要这样子吗？对啊，我们已经看了两个虫族内战了，结果我们还看四个虫族对打。对啊，真的很累哎。好，你想要干嘛？你可以先告诉我。哦，我打算就是裸双啊，你知道，正常开。好，那我也要裸双。哎，没有啊，你要三开啊。不要到六三光太远了啦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话，这个工兵看起来很帅气。是，很帅气。对不起，我好像太早拉出去了，好回来。那公民队，不要偷看我家在做什么啦，压力大。我没有偷看你家在做什么，我很认真。BB， 不要盯着我家，我看到了。好，那这边的话，大家都选择裸双，所以是四家都裸双。现在整个地图上面有八个珠宝。是。我们今天的 OB 呢，也是 Big Boss。一位相当知名的这个星海玩家，也是星海的实况主之一哈。那这边的话，看一下这边的话，啊，果然是这边也是开，也是裸双了。大家都选择裸双，我要裸双无法开出蟑螂，真的，因为我没有办法操作，所以我单手只能出蟑螂。可是蟑螂是我的最爱，这样就会被你抢尽风头。没有，你也可以出蟑螂啊。好啦，那只好也默默出蟑螂好了。哎，大家都出蟑螂。对，有志一同哦，所以我们等一下看到满满的蟑螂海哎。对啊，这样的话，好兴奋的感觉，有四百只的蟑螂在对 A， 感觉有点脏脏的。好，这一场基本上听说要打25分钟哦，所以对，我可不可以请就是杨家胜选手来到我旁边指导我一下呢？他应该已经离开了，可恶，完全不打算。我决定再补一个珠宝，这不是我营运太差，所以我单手没有办法做太多事情，所以我只好多补一个珠宝。哎呀，糟糕，我这边出现了一点点小失误，没关系，不管。好，刚忘了设定我滑鼠，它真是太滑了，各种理由先找好。我呀，就像我的键盘难用一样，哎，可是我是单手，根本用不到。啊！哎，那你瓦斯厂下了吗？对，还没哎。既然有人已经在挖，在升狗数了，你会不会太超过啊？我没有升狗数，都还没有100瓦，要怎么升？那你说画面上那个是怎么回事？那个不是我吧？哦，对不起，那是我的队友。好 ，sorry。哎，什么？没有，我是善意的提醒你。哦，谢谢你，已经在升狗数了哦。哦，有点恐怖哦。已经在升狗数了哦，不是开玩笑的哦。真的。啊，我的王虫！你的王虫被击杀了吗？对，被击杀。我看一下凶手是你，算了，是 Check， 原谅他。我怎么可能做这种事情呢？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，我这么宅心仁厚，心怀慈悲，从不做这种事情。看来就是你。不是我啦。哎哎，等等。好。哎。竟然忘记挖。刚我的 L 键卡了一下。没关系啊。好吧，不过就是卡给楼键嘛。对啊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来，继续下这组。糟糕，有点缺钱，你可以给我一些钱吗？你要跟确诊说，不要这么小气嘛。这不是那个的问题，是我没有办法给你。哦，好吧。
不然我也很想分一点给你看。真的这么好？看一下，哥也是一个善良的人。我隔壁好像有出狗，但只有出两条，你不用太担心。看一下，哎呀，这个我绝对没有看到任何的东西往对方家冲。什么东西？重要，我真的，我真的很缺钱哎。估价吧，我劝你先抱点狗。哥，我不太会操控狗啊。没关系，不管怎样，先抱点狗。我妈呀！因为已经快要，已经在过去了，已经在过去了。好，我把妈妈都拉来了。我都跟你们讲了。AK 一个 AK 一个一打三的一个 timing， 真的吗？对啊，我还跟你们讲 AK 在干嘛？是是是，好好好，我刚有点卡了一下人口。对，刚刚经过一个短暂的一个会战，但是目前看起来 AK 稍微侧面，不过 AK 继续手上的斜坡。真的吗？哇，我在单手操作之余，还要这边的话是七小福哦，变六条好汉了。OK OK。好，我先把集结点设好。好，这边应该再补一下工虫。来，我要这边的话，我这边要提的是蟑螂的提速。糟糕，我发现我瓦斯不太够啊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慢慢来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没有很介意。好，我要怒爆蟑螂了！哇哒哒哒哒哒。单手都很忙碌啊！我们看这边两只毒爆是 AK 的毒爆，那现在蟑螂的数量已经慢慢蓄了起来。是，对我指的是我们家的蟑螂，感觉很燥。来，我来破一下石头好。那这张地图的一个特色呢，就是两边的中间有石头，打掉了石头之后就不用绕远路。像 AK 这种就是比较辛苦的一个进攻方式，还要绕远路。像有人在打石头，这个就证明了这个人的聪明才智。是您吗？对，不要这样子说，就是在下我。是，不过您是不是在这个后面还变了毒爆呢？没有没有，毒爆不是我变的哦，真的、哦。对，我没有，我单手只能出蟑螂，我完全没有多余的心力做其他事。后面有毒爆哎，那个是 AK 啊，果然是少年虫王，有点心狠手辣，我看到他了，我看到他了。对 ，AKA 的上去 ，AKA 的上去，哇，这个狗直接进去散开，哇，那这样的话，我们来看缺个一个防守，不愧是 Big Boss， 马上画面就甩开了。那我们看这边 check 在家里面要先做一个死命的一个防守。那力争家里面，力争家里面土矿好像已经爆炸了。还好，还好，还行。来，我们来看这边的话 ，Smash 已经在拆石头了。这一波的进攻，他已经掌握得非常好。不是讲好要打25分钟吗？掌握得非常好，对，说得好，说得对。但是我想，你退兵，但我想多打一场。什么？你是喜欢虐待我们吗？啊，走人。而且他出飞塔哎，先跟你讲，他们在出飞塔。什么？那我赶快，我现在下刺蛇是不是有点晚了？不会不会不会！天哪，这个来我家来帮我盖包子爬行程哎！哇，这个蟑螂是不是怎么回事？可以叫雀哥先不要来我们家吗？会死人的。哇，赶快你赶快下包子爬行程，我先帮你，没有，我先帮你拖住他。哎呦，雀哥帮你下了，对，雀哥已经帮我下了，我都要流泪了。人证真好，要是我跟他一对，他一定绝对不会帮我下的。是这样吗？不会啦，哇，他真的超好的，而且他帮我主矿、二矿一共下了三个，哇，都要流泪了。我是不是应该回敬一下？那我只好，对对对，你要回敬一下，去帮他下八个地契，快点。好，赶忙着就来。那这样的话，他非常不断的做一个操作。那我现在很悠闲，所以我来继续进行我们的播报。啊，这样的话，后面的异化虫 ，AK 一定想他的队友抱挤了那么多蟑螂不帮忙，到底是在干嘛？但没有办法，因为现在碍于时间还没到。是，对，所以这位虫族玩家是很好的站尽了自己的本分。好，我们看到这边非常想要偷一些东西，是来到我家这边要偷，但是不好意思哦，这个帮我盖了很多的包子爬行虫。对，那现在的话，我们来看这边又有人开矿，雀哥又开矿，那 AK 这边的矿已经开到不知道开去哪了，怎么那么多矿？好，那这边的话，收不下去也要开矿。是，我发现自己打有个好处，就不会被打脸。我们现在看到这一个虫族应该是要开矿。哎，对，对对对，他家里面继续出了蟑螂，目前看起来是没有打算进行转兵。对，他应该到这场比赛结束为止都不会转兵。哦，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应该是这样。太美好了。哎，不过他现在正打算放下赤蛇兽血哦。我们看这边地上有毒爆。好了，这一波 A 上来，哇，不过这个没有办法打掉这个主堡。那我们来看继续的话。这边有人想要偷点我的三矿，不是我的第三个珠宝。对，非常持续的在补。那这边的话，这一家的虫族很悠闲。那我们来看这边持续在做骚扰。
AK 家里面看起来其实应该要做点其他事情了，不然等一下我们可能就要直接被捅穿了，因为我没有办法做其他事。哎，懂哎懂，来我来看。好，我这边发现自己妈妈被干掉了一个，哎。好，我要 A 上去喽。啊，你要 A 上去，你要从哪里来？我要 A 上去了，冲啊！等，你要从哪里来？先讲好。不要，不要嘞。你也太阴险了吧！冲啊！哪里？我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直接走正面！哇，霸气四射！哇，这一个蟑螂那个数量非常非常多啊！这个操作很漂亮，很漂亮。好，对不起，算了。该回家。我的队友的毒包没跟上哦，很雷耶哦，受不了了啦。哦，还取消了哈，我看到满满的已取消。哇，这就是一个人品的展现。啊，对不起，我走太前面了。对，你要等他，你要等 check， 你要等 check。对，就跟我说 no no no， 我要听他的话。对，因为时间还没到。Sorry sorry。好好，现在哥又是一个漂亮的一个进攻，冲啊！对方不来，就是我们要来的。好，往前贴。哎呀，这一个操作真的是很漂亮啊。哎呀，没关系，我有主场优势，我有主场优势，我行的。再贴，再贴，再贴，好，对不起，知道错了吧？哎，有几只蟑螂，你的蟑螂乱跑，哎 ，A 掉，没关系，送你啦，开心，好，继续补工兵，啊，这场真的太悠闲了。来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边。哎呀，这边的话 ，AK 在这个时候投到了一些兵力，取得了不错的战果，点掉了 Check 的三矿。哎呀，这一波的一个 timing 掌握得非常非常不错。那现在这个目前的经济优势来到了帅哥队，哪来的帅哥队？自己组，自己取名，自己讲。对，来到了帅哥队。哎，刚有用毒爆中我的双喷。对，哎呀，又点掉了一个矿区。可恶！帅哥队现在这边优势真的很大、啊。说好了25分钟呢？25分钟啊，我没有去啊！你看我从头到尾我都是持续的担任我的苦工。你要劝退一下 AK 啊！我没有办法打字，单手不能打字啊！好啦，我允许你现在可以打一下字啦。真的吗？可是不要，如果好，我来看一下现在这个部队量，其实两边的一个部队量都是非常非常的多啊。少来！哎，完了完了！好像有人半路被拦截了啊！被顶住，巧了，没关系 ，check 的蟑螂还是很强。不过没关系，我的一个部队顶上来。哎呀，这边帅哥队的一个部队量其实比对手想象中多。好，这边就要讲，就是因为我们叫帅哥队，所以这边的这一个叫做帅哥中的帅哥。谁？谁？我以为已经很明显。这一队就是我看不见。哎呀，这一个大量的部队量，救命啊！看起来很明显的是，哎呀，这个果然是帅哥中的帅哥顶到了上面来。哎呀，我的第三个珠宝被拆了。A 上去 ，A 上去 ，A 上去。哎，我觉得这样打真的很不公平哎。哎，我从头到尾我都单手哎。小兰，你跟我打字。我没有打字啊，我真的没打字。小兰，我看到了，录影存证。你跟回头啊，我没有，我真的没。有看到。没有，我没有。不要含血喷人。哇，死光了！我是不是看到部队死光了？对啦，我家部队死光了。不是，我的部队死光了。哇哇哇哇哇！啊，我真的是太缺瓦斯了！哎，我帮 check 的第一次有建功哎，好开心哦！哇，强强强，强强强！啊，对不起，我应该去他的主矿，要盖一个地址。好，我决定把部队往前节点做一个替换。哇，真的换个节点都超难。等一下，先让我帮他盖个地址。我没有要冲上去的意思，请不要误会我。糟糕，我妈妈又死光了。现在陷入了一个穷困啊！哇，现在竟然有人在转雷兽，这有点强啊！不是我，不是我，我知道啊，是你的队友。对啊，我从头到尾都出蟑螂和刺蛇而已，完全没有其他任何的剑术。少来！那现在看起来两边是很悠闲的，在中间发呆。那目前看起来的话，一个整体来讲，经济情况来讲是，帅哥队这边还是稍微强一点，稍微好一点。
好，我这边感觉刚刚这工兵数量是损失很多，所以我不得不先补充一下工兵。那现在这边的话，其实开始矿区它有一点干枯的一个状况。那这边的话，确实选择打了一个双喷的部队了，好不好？确实打选择一个双喷的一个部队，但是因为它的一个部队机动性明显是来是没有 AK 来的强大的，意料异化虫的机动性太强了。我们来看 AK 这边不断的利用绕狗来给予对方压力，这边展现了高超的一个实力。那这边的话，部队我主控要干了。雀可感觉这一场打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啊。是。好。那力真的话，这边也是很辛苦的在努力补充的自己的工兵。谢谢你。你不是珠宝还在吗？为什么你的矿会到远路？不是啦，因为我就去开矿了，因为我家里干了。哦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。哎，不要讲，不要讲，不要跟 AK 讲。我不会讲。OK。我不会讲，但是 AK 的部队真的有够多。目前看起来两边的一个部队量，我们来看哦，很多很多。我知道，你不要再告诉我了。你刚才把工兵补起来，我正在补啊。然后可以那个。可以哪个？让我来思考一下，你现在可以做什么？我现在可以打狙击。对，你还没有，你不要急，还没有，还不要急。对，工兵再补起来还可以的。是。哎呦，其实你很有钱呐。我知道啊，我错了嘛。其实你就很有钱啊。对啊，突然间震惊，你的家里的钱爆多一个。不是，因为我刚没有虫卵啊。哦，因为后虫死光了吗？对啊，可恶。原来是这样子，我就知道一定是有原因的嘛。对嘛。要不是因为我的妈妈英勇救国，怎么会落得如此田地？你说。也是，也是。对不对？真是辛苦他了。那我现在大量的一个部队。好。哇哟，这一个分兵分得很漂亮啊！雀可这边在做骚扰，正面的话 A 了上来，我到底该不该帮他呢？不要帮他，不要，千万不要帮他，不要不要，我不要帮他 ，no， 他 A 完就不要来帮雀，不要，我要来捡尾刀，不要，你这尾刀狗！哎，为什么你有这么多兵啊？我哪有？哇，这边的话，啊，这边的话进攻很凶。完了，我的光圈又要掉了吗？好，没事，不要紧张。OK， 没事，不要紧张，时间还没到。好，不要紧张。OK。现在这一场到底谁会获得最后的胜利呢？真是令人无法猜测。哇，他的雷兽有点强啊。蛮心，三房了，对不对？蛮心，帅哥中的帅哥来拯救你们。真的吗？对。太好了，冲啊！冲啊！喂！我对不起雀。哎呀，英雄出现了，好，结束，回收摊。哎呀，不要拦我！真的？不要拦我！我在帮你们杀雷兽，你干嘛拦我？好。我在帮你们杀雷兽。是，我看到了，谢谢。哎呦！哇，雀可这个定好哎！不是，雀可很想把我留下来，他把我留下来，我就要把他 A 爆。哎，你不要这样啊！嘿，我一直在偷点 AK 的雷兽，不知道他会发现。好。哎，退兵，退兵。好，没有问题。我根本就是中立国啊。是。叫我 United States。那可以给我300块吗？我没办法给钱，我什么都可以帮忙，又不能给钱，对不起。我现在很穷困呢，你看我现在只有100块。我也很想要给你钱，但是就没有办法了。而且我家好多异化虫。哎，是哦。哎，不对，这是。哦，哎，哦，这是，哎，这是谁的异化虫？哦，这变形虫啊。哪来那么多变形虫？完了。好了。我觉得我真的要撑不住了。哇 ，AK 真的很燥啊！我其实杀了大概十只雷兽，他有这么多兵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而且他的雷兽还故意停下我前面。好，我来，我帮你点。好，快走！哇哦，中立国又再次展现了，不愧是帅哥中的帅哥。哎呀，这个部队量真的很多啊！我有点强悍。好了，我被 AK 发现了 ，AK 叛变了，对不起，而且我单手根本没有办法点那个异化虫。好险 ！AK 生气了，救命啊！我看到了，救命啊！不要这样子，给我珠宝。好，来给我珠宝啊！
啊，这边雀哥受不了了，雀哥受不了了，好好，雀哥打了雀雀，我们恭喜石哥以及 AK 拿下第一回合的胜利，应该是拿下胜利吧？是。欢迎回到超级联赛，没错，我们的表演赛又要进入第二回合了，分组还是一样的，我跟画面上的这位来自于韩国的虫族选手 Chuck 被分到一组，希望这一次不会再拖累他了。接下来我们看到 AK 要再一次与好坏哥搭档了，这一次我们应该要使出什么样的战术呢？对，这一次我是神族，不要怕，我的神族很雷，听你在讲 WZZZZA 就行了。好，那这里我们是不是要报一下点位呢？你在哪里？对，我现在报一下点位哦。现在幕上看到六点钟方向的神族选手，哦不对，这是我，对不起，我在想说这个神族是谁？怎么难怪看起来光芒万丈，有点帅，原来是哦B人物。好，这是 Super Rush， 是很糟。再来到了这个紫色的虫族选手，这个是 AK， 啊，这个再次介绍，这是帅哥队。好，再来的话，下一幕上看到的这个是十二点钟方向的，这个是 Chuck， 是我们韩国选手。然后接下来黄色的这一个就是我家。对，李真。好，那现在这边的话，只有一个神族选手。哎，你不要在我家后面偷放什么？没有这种事情。哦，真的，谁家神族真的很那个。运气很不好啊，神族现在是最弱的一个种族哦，真的哦，真的哦，所以你绝对没有听过什么是光炮快攻，对不对？没有那种东西啊，没有那种东西，没有什么 WZZA， 真的神族现在很难玩啊。是哦，对啊，哎，好像被削弱很多哈。对，选到了神族真的是啊，真的是运气很不好啊。是啊，是啊。那现在的话，来看一下这边的话，确实是打一个，难道是传说中的一个树狗开？哦。我来看一下，真的耶，他在挖瓦斯了。对，他已经在挖瓦斯了。那我也要加油才行。对，你也差不多要进行一个准备，来做一个那个挖瓦斯来做进攻了。好吧，那就只好默默放弃裸霜这个念头了。对，你就放弃裸霜，单框一波就对了。好的。这团战其实就是这样子，团战没有在什么，就是没有在什么那种营运，没有在营运哦，又不是小朋友，我们都是直接 A 上去把打爆对手的。好，那这边的话放下了机械控制核心，这个神族的流开局这个很流畅啊，这个整体来讲这个营运是做得非常非常到位。那敢问您接下来要放的关键建筑物是？好，现在这个神族选手看起来应该就只是要放兵营了。哦，真的吗？单纯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防守。是这样子吗？对，但是我觉得何必开两瓦呢？以我这种何苦开两瓦，然后六瓦全挖呢？那应该是有一些他的一个想法。哦，什么样的想法？您说说看。对，我来思考一下。我们洗耳恭听啊。我还没有想到哦，真的。对，我还没想到，不如来个神闪追操作好了，您觉得如何？我觉得你先开矿好了，稳着来嘛。没有没有，我这个完全就是要，哎，你们真的都太那个了。哪个？都对我误解太深。对，我这个要随性的补兵营了，有没有？是不是说补兵就补？前面一化虫的一个对决，对吧？这一个神族选手真的很大胆啊，艺高人胆大的情况之下，这边好多一化虫在中间对咬。感觉我都不出狗了，帮忙一下。看起来，奇怪，这边的话，帅哥队反而胜出了，不是？照理来讲，应该是另外一队要胜出嘛，因为，这边好像是，这个已经在变毒爆嘞。哎呀，真的假的？赶快来做防守。其实也不用啦，他只有打 AK 而已。真的假的？好，对啊 ，Good job， 真是好朋友。是。来，我把母舰核心往前放，然后不断的补充了自己的兵营。那我们看前线的毒爆已经出现了 ，AK 这边在秀操作，往后撤一点，然后我们来看我的母舰核心出现了，我的母舰核心，这个神族选手操作很漂亮，他要去点毒爆，但是这个毒爆不见了，不要走哦，我这开局在打的哦，你不要以为你躲掉。你家后来是 VC 还是 VR？ 我只有补兵营，只有补兵营，真的吗？完全就是一个到位哦，在我面前变，你这个真的是对不起，这是我的队友。一定是眼睛有点不舒服吧，有点脱窗哈，对，有点不舒服，没有脱窗这种事。这个神族家里面打了一个4BG灯，他卡人口，
哎，这不是您常常责备别人的地方吗？不愧是顶尖的一个虫族选手，在玩神族上面是出现一点失误，是感觉很合理，合情合理的。哎呀，这个点毒帽点得很漂亮。这个母舰核心虽然在大量的兵力当中，它的一个操作展现，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令人感到讶异。哎呀，救命啊！有毒帽往我家冲！真的啊，太好了！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哎呀，这个操作我守住了，真的是很漂亮的一个操作。好。好，在大量兵力情况之下，是索贝拉许往前顶了，真的往前顶了。我来看看你有什么。没有什么，就是一身什么一身四胆。好，我决定我也要跟随劝的脚步往前冲了。冲啊！大量兵力往前 A 很燥，冲啊！哎，为什么我的兵力，我以为我出去是要死光的，结果我出去却活了下来。你这是炫耀文吗？冲啊！哦，我看到蟑螂了。哎呀，这个蟑螂的数量也是相当多啊。你少来。你看，我难得要称赞你一下，你不要这样子。这样子我啊！你先回家。他遛狗，有这么无耻的事情？好，这什么叫无耻？这精湛的操作，这就是高手才会有的思维跟应对。我要刷狂战士出来，生气。对啊，你一定要用狂战士，来打我的蟑螂，懂吗？哎呀！哎呀，我被 A 爆了，我被 A 爆了。太好了，太好了。我要往前 A， 生气了，是你们不给我活路，怪不得我心狠手辣。耶！我赚到1K 的毒爆，好开心，成就达成。好，我赚了两个毒爆。我要往前 A 了，我要往前 A 了。一气之下 A 上去，冲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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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最后一波 A 上去，比赛结束。好的。好 ，A 上去，部队很凶 ，A 了，很凶。哎呀，浑身是胆，为什么会有兵直接往我们家冲 ？A 上去，这是一个换家的节奏。有可能。哎，我在打你的狂战士哎。这是一个换家的节奏，没关系，让你打。我丢了一个大光炮在自己家，很凶很凶。没关系，我在打你前线的兵，很开心。很 A， 很 A， 很 A， 不是很 A， 怎么感觉怪怪 ？A 上去，很凶恶的 A 上去，说错了。等等。好，这边应该是我的主场优势。哎呀，这一个分兵分的不错，这个包夹。哇，你真的这个包夹包的很不错啊。你给我点面子嘛，那个哨兵退一下。不过还是顺利的守住了，但是已经剩没多少兵了。完了，冲上，冲上去 ！AK 这边已经爆了 ，AK 这边已经爆炸了 ，AK 爆了 ，AK 爆了。好，我这边又上去了，来有我少量的兵力来帮 AK 做防守，但是看起来啊无法。好，我们这边打 GG。恭喜帅哥队！哎，为什么又是恭喜帅哥队？好，恭喜美女队获胜。好，谢谢 Check 以及 AK 还有好坏哥。好的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进行的是下周的预告了。不过在此之前呢，哇，好坏哥，你觉得我的蟑螂有没有进步？有，我觉得刚刚那个包夹包的很漂亮，大概有职业等级的一个水准。谢谢您的夸奖。好，那马上要来进行的是下周的预告了。下周还是一样呢，跑跑来打头阵了。马上来看一下，想要进行的是 A 组的个人赛，而在 SF 的部分呢，是有橘子熊要对上游翼闪电狼，也希望橘子熊有机会可以开胡喽。星海的部分呢，我们看到是纳豆要对上新人曼巴。10年要对上蕾蕾 Rex， 而在礼拜天的部分呢，我们看到跑跑要进行一样是 A 组的个人赛 ，SF 的部分橘子熊呢要对上华裔 Spider， 星海的部分是 AK 对上 Hass，Sin 要对上 Daisy。在这里呢，我们要感谢好坏哥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讲解以及精彩的表演赛。好，谢谢丽珍，你辛苦了。谢谢，那也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周再见了，拜拜。拜拜。让你知道。